是一看了就没有没有那个、啊、没有费那个心思下去。所以我刚才我就不敢看，不要看你，我眼睛要好些，要看下去啊。可是不是很好，可是 practical 的时候就没有做，没有什么用啊。对啊，所以读经很重要啊。如果我们读经我们不明白，就好像神跟你讲一样，你听另外一样就好了、啊、所以你要理解真的是要操练，如果做不到不要失望、啊、继续啊。所以每一天可以起来分段，是刚才佳慧读的、嗯、最难的啊，佳慧读的那个水、啊、对啊，水要升到天上啊，先到阴间啊。刚才我也这个前面没有看那个红、嗯、这个下面的也是不明白，所以他就比较难一点。嗯，所以你在准备讲章是什么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如果你不明白，你就用文章。过后，你要去，你要不是我的不管，不是说不理他的意思啊，嗯、是说你在第一个概念，你就要知道它的重点讲什么。虽然有一些部分你还是不能够解释，是不明白，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他要讲的重点是什么，所以你从那个重点那个总结，你就知道哦，慢慢推论哦，他讲是什么啊，或者查一些资料。OK， 我们来看讲道的神学的观念。有吗？第九的。九的吗？九方年，当年九。第九课，这一部课。那你等一下，你接着讲。我很多没有讲，我回到这里。有吗？有。这个本来是要放一个 video 给你们看，但是太长了，几个小时。哇，算一个小时啊。他主要是讲，我本来是要放那个希特勒的那个电影。啊，好看啊！那个前几天没有读的时候咯。不是没有读啦、啊，我们读的时候也可以看的嘛。韩德没有得读了哇。But at least 你能够知道咯。韩德一个的。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呢？就是希特勒他，他是从一个没有名的人，慢慢传递一个目标给那个政治人，那么慢慢他就被人家看中，就请他上台演讲，所以他的演讲很激烈，很煽动性，很煽动性的，所以他从讲到从演讲慢慢就建立他的自己的形象，他要怎样穿他的衣服，然后他放一个 logo。一个像佛那样子的龙，有一个标志。沙迪卡，西迪卡。然后他从他慢慢建立他自己的信念，慢慢的传递，所以影响了很多人。所以希特勒把600万这个犹太人杀掉，他传的这个信念就是把犹太人干掉，为了我们国家的好，所以要把犹太人全部杀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希特勒，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暴君，但是他却能够在讲台，他的这个演讲能够煽动那些人民，甚至去杀掉这个攻击这个犹太人。所以一个外邦人有这样的影响力，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能？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操练自己，好吗？也要操练自己。然后我们靠着圣灵，我们靠着上帝的大能，其实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情，明白吗？因为我们来看讲道的神学的观念。艾琳开始。信念是一切发明和消灭的焦芒的开始。很多时候，一个人是被一种信念滋长着。是我们的成长，他们成长，他们他们进去的是什么？少了一个他，神是被信念控制着他们成长，
你发现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成功的不什么管不管不管那个领域那个行业他们都被那个行业他们都具备坚定的无往不胜信念。同样的，讲道者信念决定了他牧会方针和教会增长的路线。讲道者的信念决定了讲道者的信念。城市丰收教会的个员代表他 就是什么格他们的格言康熙的格言城市丰收教会的格言 要把就是哪解释就是要把基督带入职场即社会的现代文化中。 OK 接下来二，丰收教会的 DNA 本质就是十字架的信念，全心爱神，热切爱人，马太福音22:37-40，同时能跨越进入社会文化当中，让子信时能贴近社会吸引人群的方式向我们这个世代传递，马太福音5:14-16。第三，康熙牧师一直承持着宣教的信念，因此城市丰收教会平均月每个月每三个月建立间一间新分堂，而为了栽培更多的弟兄姐妹成为神国度的人才，城市丰收教会对拥有东南亚最大的短期圣经学院，在远东地区也拥有十间分校，城市丰收教会也非常看重青少年族群，因此从2004年开始举办了第一届拓青儿处青年特会，改变了许多年轻人的价值观。嗯，很好。什么？怎样写什么？什么用？拥有。手这边啊。提手边。手这边。嗯。康熙牧师是什么教会啊？是城市丰收教会。嗯。是新加坡的，是吧？新加坡的。新加坡的。可以。他的他。可以给我给我一下，你要再有什么至少啊？第三的时候啊，一永杰你读那个康熙牧师哦，一直永惠特，你读了那个康熙牧师一直什么词啊？病除病词哪里？我抄字典啊，我顺手讲一下哪里，因为我们可以学他嘛，这样那个第三呢？你想康熙牧师一直刚才你读到读什么词啊？病啊，读 B I N G 哦 ，B I N G 啊，病也是要对了。什么？只是拿一个病啊，病就是说 hold on 啊 ，hold on 啊，病词啊 ，B 病啊 ，B I N G 啊，那以后我们才不病了，病。病词 ，B I N G， 我读病词 ，B I N G 咯，病词，病词，生病的病，意思是捉住，嗯，头写个华语字，抓住一个意思 ，B I N G， OK， 所以信念能够推，也是使教会能够做大事啊，所以丰收教会是持着一个。并持着宣教的信念，所以他们每三个月呢就能够建立一个分堂，哇，三个月、而且又有自己的神学院，圣经学院，而他们的信念是全心爱神，热切爱人，
那我们恩典堂的信念是什么？好了，我们恩典堂的信念扩展基督光，这是之前信心建造，好信。OK， 然后现在呢？现在我们什么？广传福音，建立生活啊。改变生命所以你的信念，你就会看到这个信念，你就知道牧师在做什么。你只在传福音，建立施工，建立施工就是建立神国，然后改变生命呢，还要加强。那个因为牧师能力有限嘛，他不能够整天跟那些基督徒上课，所以都是跟同工上课。其实如果一个教会要改变生命，那个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这个上课课程啊，一定要上课，上到你回天家，而且上课不断的更新嘛，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带人信耶稣，但是我们有时候带不到他们上天堂，他们信了耶稣，他们灵命沦落。不能够栽培到他们，他们就离开了，犯罪什么跌倒，然后就不去教会，就不知道怎样，不能不能上，OK， 所以有一套的这个课程是很好，所以你们现在要开始，你们在牧养小组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开始写下来，然后要怎样帮助他们，就好像这个戒毒事工啊，戒毒事工，他的包括他资料那么多。而且那个赌徒的心态怎么样，从科学角度要怎样看，那他们牧羊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他们都很仔细的把它放包括出来，然后要怎样去做，而且又教你们家去做，而且呢又跨越国家，去新加坡去哪里去传递他所得到这个资料，怎样去帮助这些赌徒。希特勒希特勒的信念我们就不要学啊，因为他是暴君啊。OK， 只是我们去大概知道他的信念是什么。我们从那里读，佳慧，第二，我来完成耶稣基督为祭的事。没有啊，我读那个信念。第二，信念，斗争才能强大，强大才能又超而又异。OK， 来，明年。明年我来完成耶稣基督为尽的事业，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未来必将完全属于我们。 OK， 他们阿强水果，他们得小心了，总有一天我们的忍耐到了尽头，那时候我们会让那些无耻的犹太人永远住嘴。我不相信那些以前在不断嘲笑我们的人，现在他们还在笑。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Okay, next. 大众就像个任我为所欲为的女人。你看啊，很够力的。就是你的，你的思念是完全无用的。你高没有就要高。男人的资历是完全无用的，他改变时代的战争而不是和平，政治的最终目的是征战。年轻人本来就是要牺牲的，列国的德国的明天就是望你们的，德国的青年们，没有了。下只要还有一个德国人民活下来，战争就将继续。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那那边讲哇，那不思考吗？我们讲要
系统的毫不留情的消灭敌人，连根带叶，是一个打打。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如果他们背叛国家的话，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金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软弱的世界，要弱肉强，弱是弱弱弱强，弱弱啊，弱弱强食的强啊，食强食啊，食维持的食啊，强食，食食物的食，哦，强食，弱肉强食。Okay, 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意思是什么？要争啊！争，讲哪一次啊？争争，弱肉强食，是为讲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是要有强大的军备。只有今天会服从的人，明天才可以指挥。士兵不要思想，由领袖替他们思想。一个领袖一种群众，一个国家。时间已经来到，所有时刻全世界最邪恶的犹太地人，至少要让他们停止角色一千年。不能用和平取得的东西，是用拳头来取。我来到世界不是为了使人们更强，而是去利用他们的短处。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是永恒的和平中毁灭。人类在斗争中变得更强而强大，不论他到了什么目的，都是由于他的创造家力加上他的残忍。强者必须统治弱者，只有天生的弱者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怜悯是一种原罪，怜悯弱者是违背自然的事。要使政治达到改革运动的目的，我们绝不能单由苦心劝导或是感化当局的方式达到目的。唯一的方法便在夺取政权目的。所以看到他的这个达到目的，或达到不择手段。他的信念是很可怕的，很凶残的，但是却能够影响人哦，很多人都跟他。他吗？因为他的教导啊，士兵不要思想哦，你们只是打死人就算了。领袖替你们想，所以那些人没有思想，当那些人只要老板那样，他的意思是说，年轻人就是要牺牲。你不要想，你只要牺牲，遵从。他的意思背叛国家。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顺服是顺服，然后去等耶稣去想，我就想了。不是，他不是这个，因为他整个希特勒啊，希特勒啊，哈，一时之间暴君来，一时老火人来的。哦，民进党，因为民进党来。一直反制被捣毁的，那然后爱看他的啊，所以我是说那个戏啊，要看哦，才能够明白那个希特勒的戏。那个是反基督徒的，非麦平的啊，那他杀死基督徒犹太人的了啊，伊 jealous 吗？惊吗？因为犹太人敢搞吗？那伊无搞吗？所以伊无搞，然后伊咪用残暴咯，啊。对啊，不过他的用法哈，很多人跟着他，都快抬用他的名字啊，太冷啊，另外好，太湿啊，透皮肤啊，顶起有点看我爷爷。OK， 来我们看第三，叶尔奥斯汀，叶尔奥斯汀，注意奥斯汀啊，他的信念就是生命的赢家啊，这个他的教会也是很多人的啊，那是。我忘记了，算万的是。你去他的聚会呢？你去他的聚会呢？要给钱的。哦。这边没入门票的赛季。哦，去一次机会就要付一次钱。对，而且是算美金的。我有看他的书。是不是在做金的？赚钱，赚钱，人家说了，像没有钱的人不能。所以他讲的东西都是成功的。对。
我你要成功，以后了，没有钱了，要成为生命的赢家。啊，所以你要有积极的思想。以后两个时候来教会吧，好累了。他信主的吗？信主的。然后我牧师，他是牧师。牧师的。他比一家他有其他弱点。已经要好了哦，这很多人攻击他的，二十几回啊，一直上位了的是吧？没嘛，每每次讲每次都收钱呢。哈，就是他，就是他的不好的地方，但是他的书很好看的哦。他已经这个为什么要收钱呢？你说他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就是啊，我骑我打钉，就是说你去参加一个激励课程，就是很便宜嘛，嗯，啊，算你很便宜嘛，毕竟。百块，不多少钱？我知道很不是说很多了，不过要给钱。嗯，所以你进来就要给钱就对了。他已经差不多比较商业化了，比较商业化。但是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讲的错，因为你去是神的恩典给你的嘛，你能讲。那可能他是收了你的钱，他如果你教导 OK， 你教导一个课程，这样我觉得。所以他都没有讲到罪的问题了。他都是读他都是激励的话，然后他特别很他很强，他特别就是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是我也是赞同的，就是呢他每一次聚会之前都会叫他的信徒全部拿起你们圣经，然后宣告说啊，圣经说我有什么我就有什么，圣经说我是什么，就是我是什么。圣经说我能做些什么，就能做什么。哇，是激励的，天哪，爽的，哇，可以了。只要一一会接，然后录到的时啊，你看了一切的预告，激励到自己了。所以他都是跟你讲正面的，不过有些人就很多人，一些人就反对了。哦，你应该讲悔改吗？应该讲罪吗？啊，不应该只是讲祝福啊，讲成功成功啊，然后讲信心啊，不是这样子。哦，所以有的人是说，不完全的。好。三天吃一百，就比较差了。啊，不定吃。好吃吧。吃吧，吃吧。吃好的吃呗，你吃好了，那时要吃面，吃点，叫吃点个好吃的先。所以他的羊会这样子啊，但是很多人就去参加，我不明白了。只有帮我们让上帝去审判啊，不知道。有可能。那接下来这个神秘的，真喜欢听。苏律伯，徐立伯，徐是吗？还是罗本？徐立伯的。啊，怎样读啊？苏勒。啊，苏勒。苏勒。啊，他的信念是可能的思想。可能的思想，什么是可能呢？就是说你当遇到不好的环境的时候，你要思想有可能能够改变，能够突破。那么这个人呢，他建立一个大教会，就叫水晶教会。他的教会呢是用水晶做的。Crystal 啊，所以他也是强调成功，因为他教会很有钱，不极有钱，你要建立一个水晶，他已经有一个水晶教会，不过他那个花费很大啊，所以在去年十月他宣告破产，欠国家$50,000啊，是个牧师，可以宣告破产，然后他们已经极端到的地步，只是信耶稣，就是成功了，不是舍命。哦，要成功要赚钱，你们又有新又有可能的思想，要放弃要宣告啊，什么什么什么。啊，结果呢，他教会是来哪？对对对，你上网可以去看。哦，很大间的一个教会，哦，他们称他的教会为新耶路撒冷。这样吗？这种人信耶路撒冷比那个彼得更惨哦。因为他已经宣告破产，意思宣告耶稣完蛋了，不听。知道了，全球的人为此不相信耶稣，但是他好的一步就是说，他没有伤害到人了。
他杀人，他伤害了灵魂，他伤害的啊灵魂，灵魂在地方比较重要，两者其实都重要了。这个是你看到是刀剑，被杀的人有可能是信也很信的，甘愿被他杀，被他杀倒了，又上天堂。这个是人家不要信你的人，嗯，我们看不到的。不是，我觉得杀你不比较，所以信徒的谋杀比对对对。你知道吗？你直接杀，直接一死了，一死。你慢慢杀，那他灵魂，他灵魂死了，可是他肉体没有死，还是慢慢的我被啊替魔鬼做工。真的，我宁愿给他先杀。OK， 来，我们来看第一来。这个小利波啊，他称他为什么？你知道是吗？是啊，他没有称他什么，他只是建立这个，需要给他利用。水晶教会嘛，水晶教会新耶路撒冷。来，他们很强调信心的。哎，信心成长的五个原则就是活出个人的特质。OK。第二，管理你的意念，然后保守你的心的意思啊。啊，他们常常会用这个经文，以你自己为荣，哇，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君王，哇 ，OK。成为可能思想者，凡事都想积极，啊，那么常体验神的同在。所以这五个成长的人，信心成长，你看起来。它好像一个灰色地带样子，你不能讲它错了，因为它只是强调一边嘛，明白吧？所以你要攻击他们，也是批判他们，也是很难的，啊，除非你用另外一个真理来反抗，啊，舍己啦什么啦 ，OK， 可以然后 C 十个原则来继续读啊，哎，开始。别因你发现了问题而否定任何可能。二，别因你得不着称赞而否定任何可能。三，别因任何意念是不可能而否定它。四，别因你早已有了决定而否定任何可能。你绝对不可鼓励鼓吹或赞同任何违法行为。别因为你没有所需要的资金、能力、才智、体力、时间，否定任何意念。每一个新的意念都会引起反对的声音，每一项新的方案都会得罪一些人。别因那不是你的风格而否定任何意念，别因可能会遇到失败而否定任何意念，别因肯定会成功而否定任何意念。看，他的这个十个原则也是，这是外面所说的啊。外面如果你买那些记忆的书啊，要怎样成为富有？他们是用成功的东西来引用在教会，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两边的，看到吗？看到吗？啊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用，不过你讲这个分享，你要讲道，就你要给它平衡，你要为主舍命啊，牺牲啊，多奉献啊，他们也是有讲奉献，不过他们奉献的后面的目的就是带来祝福，然后很强调这个 ，OK， 然后很强调他们是强调成功，但是他们没有强调呢抓住上帝的应许，明白吗？啊，没有这个强调。来第五，张荣基。造东西啊，造容器啊，造容器，有意义，作用力，来，造容七个意念，七个信念，七个信念，加个三的十字架，五行界的圣灵充满，三传福音到地区，四领上的水，五耶稣医治的疾病，六耶稣再来，七与人分享，可以知道。所以他有七个信念，
喂，这个还是不错啊。OK， 这个你是大教会来的，然后都是强调十字架、圣灵充满、传福音、耶稣的医治再来，然后要去给你们分享。那你上网，它有更好的、更详细的资料在这里。啊，讲什么是各个他，啊，加利山的十字架，然后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些经文，还有一些解释。Okay， 他甚至已经也是有出书嘛。好，他最近出的就是四度空间嘛。啊，四度空间，他也是讲到信心、思想、言语、梦想，他也是有讲到这个。他也是这个四度空间呢，也是有人反对他，因为他也是讲到积极的。啊，他也是有讲到积极，也是啊，要怎样达到成功。啊，所以会引起一些人对他反感，啊，有一些人就针对他，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上帝用这个人，因为他的我们看他的福音，他所讲的东西我们知道，啊，他不是只是讲他成功，啊，他就讲他传福音啦，耶稣的医治啦。OK， 第五啊，第 B 来，啊，是的，五种福音。啊！我在想这个人，想这个位，没有吗？五种福音，啊，重生的福音，圣灵充满的福气，医治的福音，祝福的福音，耶稣再来的福音，三重祝福，三重祝福，灵魂兴盛的祝福，凡事兴盛的祝福，身体强身体健壮的祝福，嗯。所以赵荣基但强调三重祝福，啊，所以他每一篇讲到都有这个七个信念、五重祝福和三重祝福的，他都会把这个真理呢穿插在他的讲章里面，啊，所以你会发现他常常都会讲到圣灵充满啊，圣灵怎样带领他，那他会讲到他跟传，他也会讲到七个信念，他传福音啦，啊，为谁啊祷告并得到医治啊 ，OK， 然后他也是讲到三重祝福了。三重祝福呢，他的以他的经验呢，个人经历呢，他就说，一个人要怎样信耶稣呢？就是要身体健壮，他有生病了，病得很惨了。然后你跟他讲，哎，你来教会啊，信耶稣啊，信耶稣，他一定不要信，除非你真的是帮助到他病得到医治，他才看到上帝的工作，然后才会信耶稣。所以他很强调个人的，你那一个人的经历，跟你传福音最主要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你，然后你本身经历，然后才慢慢告诉你福音的，这是他的方式。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不要讲太重啊，有时候，哦，你一定要先完全奉献，然后完全牺牲，然后神才祝福你，才医治你。他们非信徒，他们是不会明白这个东西的。OK， 有什么问题吗？后面要做了。哪里啊？讲到你讲给我们读这个是，不是叫我们模仿他们哈？是在教我们说信念是很重要哈。对，信念是很重要。来 motivate 一个东西的发展啊。嗯，对对对，所以你们要有成为去找他的资料来跟他。因为我个人认为是说。不论你是几出名的啦，你站起来呀，全部人也可以倒下去，没有讲话也倒下去，也没有用。那个是耶稣的工作，跟耶稣用你嘛。刚才我没有读到，耶稣上帝也是用外邦人来激励、来杀来的是吗？他自己的子民嘛，连外邦人也成为妓女，更何况这些人。所以我是觉得。那个生命的果子才是神在衡量啊，他自己个人一定有生命的果子。那个他讲他的期间水晶的教会啦，还是这个赵永之，因为他还没有结束啊，我们不知道嘛。所以我是觉得他旁边的人
应该更了解他。这些人质。嗯，而且我们只是拿他的料啊，他讲到那个他的结晶啊，没有什么。但他们只会去羡慕这些人呢，去抄他们的料来。嗯。跟圣灵没关系哦，跟这个人真的。谁点讲这个人是他的结晶？是啊，很难呀。以后让他们是看到会有这个人，我们就很惨的荒废我们，一直跟随。所以这里是讲的，这一定老了老路的，应该没人多。所以呢，听这里啊，所以你们要有自己的一个心念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给你们一个理解啊，告诉你们要有建立自己心念，然后你可以参考，但是你不需要。哇，三轮机很厉害啊，全部堆个料啊。有时候有，如果有一天三轮机倒的时候，你也倒，因为你传的是他讲的东西，明白吗？人家批评他就是批评你，懂吗 ？OK， 所以你可以用了，但是你要解释清楚啊。有时候一些东西是可以用到的，但是它不是真理的。OK， 所以你要小心呢。这个第九呢？讲到神学和设计呢，周志强，你回去呢，自己写，这个也小。我的信念是什么？第二、第三、第四，你有自己的信念吗？来分享一下，有什么信念？所以你的信念决定你的长大。瑞欧斯汀，他的信念就是生命的赢家，要成为成功的人，要在生意上，他接触人都是生意啊，生意人啊，这些人的嘛，是高层次的人，所以做生意的人就是要讲成功赚钱。如果你能够帮助他们，那你就是他们的领袖。所以他讲的东西都讲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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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但是对我们来说，哎呦，你反感，整天讲，空灵空灵空灵，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是不同的。我想很多。所以，如果在一个感恩，如果在一个比较基督徒比较弱的地方，你讲成功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你应该讲罪的东西嘛，是不是？他就会批评人家，你越出名。你的讲道放在 Facebook 或者放在 YouTube， 就有人批你，哇，你整天讲成功啊！这个Joyous一直中这个问题，所以人家拿他的讲道呢，来看出来这一段他讲错了，可怜的特别是有一句话，他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使我们的生命更美好，所以人家就批他。错了就 SD 还骂他呢，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是要洗掉我们的罪，不是叫我们成功。说你的对，所以很难的、你明白吗？很难的、他也是很可怜的、他也是有可怜之处了、因为他整篇信息，他可能一句话讲了这个。那是整段的，但是你拿他一句话来那么说他，也就不大公平啊，不大公平。OK， 还有什么？所以你的信念很重要啊。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说很反对这些成功的东西了，激励的东西很反对。他是在这个。布洛格就是马强胜的这个布洛格，他写了一句话，说你告诉你在台上告诉人家说，哇，耶稣怎样祝福你，怎样帮助你成功，然后你相信耶稣啊，耶稣爱你，能够帮助你。当你一讲完这个这句话后，你住的那个地方地震，死了很多人。请问你讲的东西是成功，是出于你的呢，还是出于上帝？我说耶稣爱你，我耶稣救你，我的见证怎样怎样，我母女相传，那结果苏丹蜜来袭，来到冰城，出动的要加强的要。哦，你的这篇讲的章是从上面的。真的是，我是，我没理，我是。OK。
所以怎么办？啊，他们反对的是很，也是这个例子也是很好啊。他讲真的是带出那个信息，哦，你讲成功成功，但是突然结束了，因为到底是什么？你是成功还是失败？可以，苏拉米成功了，凡事看神的名义。啊，这个魔术都讲了，成功了就讲，每次讲话都讲，凡事看人名义讲。不是看，凡事看神的脸色。哦，对，所以你回去啊，讲看你的信念啊。有什么信念？四个信念。第一个。广传福音是建立成改变生命。看出来的感恩的信念。对，感恩的。给爱心愿、神学愿啊，爱心愿也是他们的信念是什么呢？就是要安静在神面前，所以他们只可以安静。全心全意，爱困你哦，给我安全精神，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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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属要大梦啊，精心精心精意的信念。所以你的信念是什么？来讲一下，爱你的什么？感恩顺服。跟他讲，跟他讲，你刚才跟谁讲？跟他讲哎。这什么信念？没有什么信念。会改变的，有什么变来变去？对，那个真的信念。那我们讲那个真的信念是什么？那个真的，好像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靠神。啊，对喽。啊，你就知道圣灵充满了。嗯。还有什么？第二，他把那个三个什么光束给你们，是什么目的？有吗？你们有吗？没有这样子，我看完了，看完了。里面是什么？它里面就是说，厉害啊，有啊，有讲到骄傲喽，那个黄。它的重点，整本书是重点。整本书的重点，鼓励那些不知道，他没有玩的。它是从正面来看。正面，软弱的那些弟兄，成功。就是说他是最小的，他也能够大胃王。OK， 这是鼓励你的，鼓励的。So, OK， 还有那本书里面讲什么？我没有看完啊，你看完了，不是比较清楚。还有一个是三个国王那本。可以啊，帮助你们的啊。那三个国王的书就是告诉你，就是讲到生命的破碎。生命的破碎，他语变很多次，没有读完哦，读到破碎的学校咯，破碎的器皿啊，破碎啊，破碎的器皿，is 讲 something 和大卫自己的破碎的，他有看到他那啊，然后啥，嗰只啊，即扫罗王。被意思一招，那等于一门在那被意思一门招啊，对吧？看到他的苦，一边他都听正面冲击咯，他等候神，神跟他讲话，他能够等咯，担也担啊，然后往往那边担嘛，想要扫罗王吼，一边担啊吼，你自己做一个技术家，咁我呢，那大卫王也担咯，也担的人，你别话我招，你来我招啊。我要听神的话语，不是逃避现实啊，不是。那又恭喜你，神没有说话，逃避吗？神为什么没有说话？逃避。上帝没有说话，一当神人，上帝没有说话。这刚加沙龙没来，就意思嘛，一单调嘛，单调。哦，知道了。那天他上课就是说，不是。怎样？一人讲一个啊。哇。艾琳讲一个。哎呀。然后佳慧，你要往朝鲜呀？想啊，你觉得你可以写自己不赞同他，你写自己的，我只是要你们。给第一个什么？第一个要写什么？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要找到那个骨干嘛？嗯。啊。是。那个骨干，什么叫骨干？你的信念是什么？一个架构嘛，你不要跟我讲，车里面有几粒螺丝嘛？你最主要你跟我讲它车的重点啊 ，engine 啦，不是你要讲到它的重点。那边点点没有好几块？
白骨。你觉得成为一个讲道者，成为一个领袖，他传达的信息，他的信念应该是什么？能够使到教会呢，能够增长。要使教会增长，很多咯，大概是要写一个来写，是这样啦。因为我是主日学的老师，也做了这么多年主日学老师，所以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要爱他们，包括爱他们的灵魂，可以爱嘛，可以爱啊。爱你的信念呢？爱神爱人呢是什么样？爱神爱人呢？所以你讲的信息，你都自然就会爱神爱人的信念。爱神，可以，你们用你自己的啊 ，OK。好，我们自己来，佳慧，你觉得？我们可以写下去吗？可以啊，可以的。你觉得那个你是在社区，在社区那边服侍的？你觉得一个传道人他的信念应该是什么？所以对一个宣教士来说，他的信念是什么？就是宣教。我们要去宣教，教会被建立就是为了宣教。耶稣就是宣教的神。宣教的神。美云是什么？你在那里不是你觉得他们需要什么信念？是你认为那个信念，什么信念能够推动他？宣教。所以你接触的信徒，你就要想，你接触的信徒是很多年的基督徒，还是刚比较，你是常常比较接触新的信徒，还是刚信主的？给他们信心。信心啊，对啊，我也是这样跟你讲，知道吗？你的是靠神不靠人，肯定来的。靠神，不靠人，就是用信心，肯定来的。你的信念是这个，所以你讲的东西都是啊，依靠神啦，依靠神的，交托神的。OK。靠神不靠人，所以每次给他们讲啊，不要看人啊，不要看人。然后主任有什么吗？不用怕错了，就是。这个是可以，可能今天你信念是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你成长了，那么可能会改变，好，可能会改变，对。什么信念？信念？有吗？我先是林琼。你觉得你觉得你站在讲台的时候，你最希望告诉你会重视什么？是你的信念，不是？你会，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信念。过去你怎样经历上帝？那你看到教会弟兄姐妹是在什么地方很软弱？他们缺乏什么信念？为什么他们会跌倒？为什么这个人会起来？他们不敢干。反思感恩的，对，很好。感恩的信念，那你们？反思感恩的，以感恩为主很重要，感恩。感恩吗？因为他可能遇到了很多基督徒来到他面前的，就是主伯和主伯公兵，主伯矮娃，主伯脚口娃，不感恩的，所以就营造了哦这个啊，主人传道，他觉得哎呀要感恩了，要感恩，要感恩，平常不会感恩啊。要感恩，
那 Esther 有什么吗？我的一道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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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就个人经历了，可以就没有错。人家明星说，凡事就是要荣耀神，有荣耀神的名，然后有给人得益处的那种仪式哦，就是荣神益人呐、啊。哦，什么种荣神益人？开啦，荣神益人。凡事求荣耀神。我常常强调的是，我常常在人情间转来转去啦，就是荣神啊，鼓励人。彼此相爱咯，扶持了人情啦，然后才我们自己有彼此相爱，才能够进入人情，那才能够改变生命嘛。所以我们第一步没有想到在改变，所以才能够荣耀荣神，别人也得到荣耀神啊，荣神彼此相爱，扶持怜悯神，益人啊，益人很好啊，很好啊，什么益啊？遗出的遗了，遗出的遗啊，一直在讲我的东西吗？我在陶醉了，我自己讲了讲什么？艺人啊，凡是有关系到这样子做会荣耀神的，我很想说，然后而且在给对方有益处的、啊，我更想去做。即使是不管重要的事，我还是想着点做大事的嘛。嗯，小小事、啊，荣耀神，嗯，别人好处，艺人的信念。你的呢？我还没有写。我们写六个了，我写第六个，就是要写第七个了。哦，你们写每一个人的哦。啊，我写一下，我们全部都写下去了。不要紧，可以，我们就可以自己发挥了。你呢？你给我们的，我有。我再整理他的先。我有了，我有了。你有了啊？我有了。你的更广了，因为你是传道。对对哈，我那个不同了，我位置是不同，就是你性质不同。新年有很多人跟我讲，我这样做很花时间哦。你这样子啊，一个人一对一这样子做啊，你花时间，花你的人力，花你的力量，你拿到那个 result 效果是，哎呀，根本就不值一提。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这个效果是上帝自己的，我们只不过是尽一部分的，比较完全。如果你一个人可以千万人得救，那个效果根本就不是你的，你是拿薪水，讲到难听一点，你拿你的杯你走就这样，你就去别的位又再传，所以不要想那些人是我的荣耀，你一个留在那边太久啊，那些人就不如形中啊，变成你的荣耀了，你还不知道。万一那一群人离开你的教会去开拓什么什么，我很不爽，很多这样的人、啊、那有些教会就怕他们要传福音，不可以有私心嘛，传到这几整个教会坐满人，真正的救的人才一两个嘛，这种嘛，这个我们就不要这样子判断了，我就不知道，对，我们就不要这样判断真正的。所以他的重点就是他荣神益人，然后能够怎样福音广传去社会，才能够影响。所以他的给我的感觉是，要在小事上忠心，是做好自己。那个小事很重要，在上帝面前没有小事的，都是大事的。啊，虽然你做很小的，不过对上帝来说，这个是大事。你在讲忠心啊？在小事上忠心嘛。